我是马德华，我在广东，我在湛江，我在逛街，准备啊给你们拍下这边的街景，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。走，这里是一条街，湛江海边那条街，这里离海啊大概有150米左右，不过好像不是这一边，是在这个后面。我们往后面走看一下，能不能啊给你们拍下这个海，大概是什么一个情况。应该是离这边有100来米，不是特别远。昨天啊在海边逛了一下，本来想去抓点螃蟹、虾、乌龟、王八和鳖，但是没有抓到，人太多了。好的，前方就是海了。今天啊准备晚点再去抓一下，实在不行啊抓一点海蟑螂也是可以的，最起码不会空手而归。这是个便利店，家家食品商行。前方50米就是海边了，这路边停车还是要收费的，看看是怎么收费法。超过15分钟就要收费，但是多少钱啊他没有说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我们啊就不得而知了。